2019迪拜航展于17日开幕，阿联酋订购的萨博全球眼空中预警机在航展上亮相。全球眼是在庞巴迪公司的环球6000公务机基础上研制成功的，该机为整合任务系统特地进行了结构加固，其背部安装了萨博爱丽眼雷达系统。2017年2月23日，瑞典萨博公司首次对外公布了全球眼空中预警机。这种飞机同时具备对空、对海和对地面监视能力，装备有新型的增程雷达，具备有全方位的监视能力。全球眼空中预警机首批用户是阿联酋空军，已采购4架该型预警机。瑞典萨博公司堪称军工界的时尚达人，经常开发出新概念的武器，引领国际军火发展的潮流，比如 AIP 潜艇、鸭式战斗机、隐身战舰、攻顶导弹等等。全球眼空中预警机强调多任务能力，不但能对空监视，也具备对海搜索、地面跟踪、图像采集等多种能力，甚至未来还有配备武器进行作战的考虑，而且多任务能力之间可以无缝转换。